好的姐妹，她们会一起读书，一起睡觉，一起起床。哎，说到起床，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起床第一件事情总就很像熊的，用出来是小孩子的勇嘎破。但是为什么这对姐妹不怕呢？因为啊，勇嘎破只吃落单的小朋友，所以小朋友，我们不可以一个人出远门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外婆不会有尾巴露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个露出尾巴的是勇嘎破假扮的，对不对？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